大家好，又要呢个整理资料啊！呢个将会咧讲一讲神秘学入边嘅呢个 Freemason 啊，即系我哋中国又有 Freemason 嘅，鬼佬又有 Freemason 嘅，鬼佬嘅 Freemason 嘅历史就来源长好多嘅，就系耶稣前后啦，已经有 Freemason 嘅。咁後來嚟到中國，咁啊紅門有個咁嘅 Freemason 嘅，呢個相對上就後生好多啦。講呢個石像公會，佢嘅咁好多人咧就傳言話佢啦，係控制成個世界嘅經濟啊，控制咗幾百年噶。咁究竟 Freemason 喺邊度揾到咧？在我們妥朗圖這邊在 Barford Sky 那裡都有一個 Freemason 的 Temple 的，那呢他第一個 Lodge 就是給那些武士四圍去闖蕩的地方，那些武士就會有個地方落腳的嘛，就好像香港那些三行佬就是旺角吉祥酒樓咁樣，咁啊落腳喺度吹水。咁第一個俾嗰啲 Freemason 落腳嘅地方咧，就喺英國嘅喎，個 lodge。咁啊，介紹下嘅地方啦。咁我自己咧就去過好幾次一個 lodge， 亦都好耐歷史嘅，一波士頓大公園隔離。咁咧，佢有個牌就寫住幾時幾日咧，就有導賞嘅。咁咧，我就當時冇咁熱心啊，咁啊水過鴨背睇啊算。經過個兩次碰唔啱時間，咁我又冇睇。咁如果今次落波士頓咧，我可以希望啊約啱個時間咧，就真係睇一睇呢、這個石像公會會員咧留宿嘅地方。好啦，這個純粹就是預告篇，就是神秘學的石像公會預告篇，多謝收看，歡迎訂閱。